正式编织之前，我们先来学习针法的标志。一般在表格图解中都会有图解符号对照表一栏，在这一栏中会包含钩织这款物件所用到的针法，以及表格图解中各个符号所对应的针法这些信息。大家在钩织之前一定要先看清楚这一栏的内容，各个符号所表示的针法一定要一一对应，不要混淆。一般情况下，表格中 CH 通常表示锁针， X 通常表示短针， V 表示短针加针， S 表示引拔针。这些针法以及钩织要点，我们在后面的视频里会一一讲解的。下面我们开始学习主体部分的编织方法。来看主体部分的表格，表格中圈数这一列 R 加数字表示圈数， R1 表示第一圈， R5 表示第五圈。这里的 R15 到19表示第15圈到第19圈全部使用相同的针法钩织。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目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位置。注意，加减针的位置要按照表格钩织，不可随意调整。颜色这一列标明了钩织对应主体时所用到的颜色。一般这一列会具体标明到每一圈需要用到的颜色，大家在钩织时也需要看清楚这一列标注的信息。一般情况下，织物的起针方法在表格中的第一圈会有说明。表格中起针和 R1 的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是环起 6X， 表示的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在起针的线圈上面勾第一圈，第一圈勾 6X， 可以知道主体部分采用环形起针，一共30圈，表格中含有 V 的是需要加针的部分，我们按照表格的加针情况说明进行加针，含有 S 的是需要钩织引拔针的部分。同样按照表格要求钩织引拔针。 2CH-2 表示在这一圈会预留出孔，具体的钩织方法后面会详细演示的。其他部分是不加不减针部分，只需要一针对应一针钩织短针即可。这里钩织这一款收纳篮的主体全部需要加入定型丝，采用螺旋钩织，我们在钩织时只需要按照表格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钩织对应针法即可。钩织过程中还需要换色，我们按照表格要求进行换色，用到的针法有锁针、短针、短针加针和引拔针。下面请看我演示收纳篮主体部分具体的钩织方法。主体部分用线全部为两根颜色相同的线钩织。为了使主体部分更加挺阔，钩织过程中还需要加入一根定型丝。定型丝在钩织过程中包裹在内，始终是两根颜色相同的线一起钩织。这里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我用其他颜色的线做演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我们在对应产品的详情页上都有介绍，大家也可以参考对应产品的图纸说明。首先来环形起针，右手拿起线头，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一、二，上方一共有三根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取出，然后将线头在小拇指上绕一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穿入起针的线圈，钩针放在线的左侧，逆时针绕线，将线钩出，钩一针锁针固定，到这里，环形起针就完成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环形起针完成后的效果。后面的第一圈就是在起针的这个线圈上面钩织相应针法的。下面我们来钩第一圈，第一圈是 6X， 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钩六个短针。我们直接开始钩织短针，穿入起针的大洞，绕线，将线钩出。这时，钩针上一共有两个线圈，再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这个就是短针。我们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扣一个记号扣，以便于下一圈找到起始位置。没有记号扣时，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针目表示对应短针右上方的辫子，就是这样的两根线。往后的每一针都有对应的针目。这个记号扣的位置是当前这一圈的第一针，也是下一圈第一针的入针位置。继续往下钩，穿入大洞，将线钩出，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两个线圈。这是第二针，这一圈一共需要钩六针，按照这样的方法。这里一共有两个线圈，因为是两根线合并钩织的，所以这里的线圈会多一些。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是哪两根线圈在一起的。轻轻拉一下线头，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线圈活动。这里注意，开始的线头一定要轻轻地拉，不要太用力。找到活动的线圈之后，再拉紧活动的线圈。
还剩一个线圈，直接拉紧线头。这样，线圈就收好了。可以看一下，短针的右上方都有对应的 V 字形的线，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左手重新挂好线，钩针穿入之前放开的线圈。因为采用螺旋钩织法，只需要按照表格对应的针法钩织即可。到这里，第一圈就钩织完成了。这一圈一共六针。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一圈完成后的样子。起针的线头暂时不用剪断，可以在钩下一圈的同时收进去。接下来钩织第二圈。第二圈是六 V。表示在上一圈六个短针的针目里钩织短针加针，连续钩六个。这一圈全部为短针两针的加针，意思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钩两个短针。穿入记号扣的位置钩第一个短针加针。穿入钩针，取出定型丝，把定型丝放在钩针上方，定型丝可以多留出一部分，防止后面钩织过程中脱落。同时，还需要把起针的线头一起放在钩针上方。顺着织物的纹理收进去。一针，将记号扣扣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继续在同一个洞眼里钩一个短针。每一针都需要将定型丝和起针的线头包裹进去。可以看一下，在同一个针目钩出两个短针，这样一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接着在相邻的针目里钩短针加针。注意，钩织过程中要把定型丝包裹进去，并且收好线头，挑起这样的两根线。一针，
两针。第二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这一圈一共有六个短针加针，剩下的四个全部按照每一针勾出两个短针的方法将针。这样 V 形状的辫子表示一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一圈一共十二针，起针多出来的线头因为已经收了一圈，可以剪掉。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二圈完成后的样子。下面开始勾第三圈，第三圈是 XV 乘以6。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以六表示重复钩织六次， XV 乘以六就表示钩织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这样的一组重复钩织六次。钩针穿入记号扣的位置，钩一个短针。扣记号扣，一定要注意，每一圈开始的第一针一定要扣记号扣，不然会分不清勾到哪一圈。在下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加针。一针，两针 ，XV 就勾完了。继续在下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前面几圈因为带定型丝，可能不太好勾，勾到后面就比较轻松了。继续往下勾一个短针加针。
这是第二次。这一圈需要重复钩织六次，剩下的四次全部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这一圈一共18针，每一圈的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参考，往后我就不再说明了。到这里，第三圈就完成了。我们在这一面任意位置扣一个记号扣。记号扣的这一面是正面，接着勾第四圈，第四圈是 XVX 乘以6，表示勾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这样的一组重复勾织六次。先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针短针，不要忘记加定型丝。扣记号扣，在相邻的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加针。一针，两针，往下再勾一个短针，这个就是 XVX 的勾法。我再演示一次，先勾一个短针，再勾一个短针加针，接着勾一个短针，这是第二次。这一圈一共需要重复勾织六次，剩下的四次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一个短针的方法。
加针的位置按照表格要求，不要随意调整。这一圈一共需要重复钩织六次，剩下的五次按照三个不加不减的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钩织。最后一个加针完成，第五圈对应的针法就勾完了。往里推丁形丝，抹平织片。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五圈完成后的样子。织物正面像这样明显凸起的纹理表示一圈。可以看到记号扣这里，前面几圈的起始位置都在这一条线上。我们在这条线的左侧开始数圈数。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现在一共勾了五圈。往下的第六到十二圈勾法与前五圈类似，都是括号里面表示一组。这里的每一组都是重复勾织六次。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勾几个短针。大家按照表格继续将第六到十二圈勾完，我就不演示了。需要注意的是，每一圈开始的第一针必须要扣记号扣标记。每一圈的钩织都需要加入定型丝。每钩织半圈或者一圈，就需要将定型丝往里推，并且抹平织片。底面全部钩织完成后，定型丝和棉线都不用剪断，接着钩织后面的身体部分。大家看，这个是已经勾完第十二圈的样子。第十二圈一共72针，到这里，主体需要加针的部分就勾完了。可以看到，前面几圈加针位置都是按照对应表格钩织的，每一圈加针位置都相互错开。所以勾出来的织物边缘比较圆。大家在钩织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加针的位置要按照表格加减针情况说明进行钩织。不要随意调整。第十二圈完成后，收纳栏的底面就勾完了。可以看到，底面是一个平整的圆形织片。底面钩织完成后，定型丝和钩织的这两根线都不用剪断，继续往下钩织身体。接下来的第13圈，表格中 CH 反面针脚 72S， 意思是先勾一个锁针，在织物反面短针的针脚钩织引拔针，一共72针。我们先勾一个锁针。把织片翻转一下，使织物的反面对着自己。可以看一下，每一个辫子右下方都有对应的横线。这一圈的引拔针
就是在横线的右侧穿入，左侧穿出。进行挑针的，挑起的这个线就是织物反面短针的针脚。钩针穿入之前放开的线圈，在第二个辫子右下方针脚的位置开始挑针，钩织引拔针，在横线的右侧穿入，左侧穿出，绕线，将线勾出。注意，这一圈暂时不用包裹定型丝，定型丝在后面的钩织中还需要用到，切记不要剪断定型丝。钩针上有两个线圈，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一个引拔针就钩好了。我们在这个引拔针的辫子上扣一个记号扣标记。为了方便下一圈挑针，这一圈的引拔针可以稍微松一些。继续在相邻的针脚挑针钩织，挑起整个横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这是第二针，这一圈全部都是条短针针脚钩织引拔针的，我们继续往下钩织。三针，四针，可以看一下线头所在的这个洞眼，就是下一针钩针穿入的位置。大家一定要一针对应一针钩织，不要漏针。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织到这一圈断开前面这个记号扣的位置。钩织过程中一定要钩的